刚才后脑勺痛啊，刚才后脑勺痛啊，一个飞机就快速的飞过来啊，快速的飞过来，啊，就非常点啊，可以直接撞到头上，我就这一次让这边让一下啊，让一下子，飞了一阵，快速啪就飞下去了，直接就飞下去了啊，快速的飞一下子，飞下去了啊，告诉我们还是那个一句话，现在飞的速度很快，直接下去啊。直接下去，因为按照这个高度是，像我现在是讲的那个高度啊，那个地方呢是基本上没有人在活动，除非天人，但天人也没有在前方看到，他们是直接就飞下来了啊，直接就飞下来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